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宝可梦，欢迎收看《理了才知道》。YouTuber 或者是你成为 Blogger， 好，你在网络上面分享这些资讯，真的可以赚钱吗？你每个月可以带来的广告收益，大概就躺着睡觉就可以赚钱了，这样子太极硬了，好。嗨，我是宝可梦。我现在在的这个摄影棚呢，是我们理了才知道的这个摄影节目现场哦。那我们刚刚录完一集节目啦，哦，非常的开心，就是我们的节目终于要正式上线了，大家是不是跟宝可梦一样期待呢？好，那我们的话基本上是一到五的中午12:30就会在这个我们 Nature Day 上面看到了。哦，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我们的摄影棚的后面，你看到那个画面非常的漂亮。那其实后面的话就是每一次都会很认真的去重新去rearrange 这些东西，好，包括你看宝可梦树也在这里，怎么样？好，每一次都会换哦，都不一样。然后我的信用卡也在这边，好，所以每一个主持人的风格都不一样，然后每一个人的色系都不一样，所以请你们一定要来锁定哦，不要只锁定宝可梦，其他的主持人也都很棒，有柴鼠，有夏一菲老师，然后还有股票的不知道是什么老师，还有房地产的死位啊。我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认识啊，但是我知道我都有念出来了。好啦，大家就是一定要支持我们的频道，好不好？也支持我们 Night Day 的节目。那我们就每个礼拜三中午12:30见喽。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就是今天呢，欢迎收看你收看，好，来就是存钱赚钱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最后一句话我还没有讲，所以我现在也可以躺着睡觉，就可以赚钱了，就是这样子。